您讲的就是说，有些好的东西你都经历过，以后你也不会眼馋，也不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有这种强烈的要去贪的这种欲望，所以也是在培养这个新中国联邦人，你这个本身的素质吧，是不是有这种用意在没这里？错，没错，菲菲，一定是这样的。人，你没吃过，没见过，没有所有的游历山川河流的话，没有那个步行万里路的时候，你真的你见识太少了，井底之蛙，是吧？你都没吃过蓝鳍金枪鱼，你跟人家提什么叫寿司，什么叫生鱼片，是吧？你都不懂，对吧？你怎么跟人家讲呢？你天天吃点地沟油。是吧？你又告诉，哎呀，真香啊！你吃过真正的好橄榄油吗？还是什么冷轧的？是吧？真正的你都不懂。你说你跟人家谈什么没吃过、没见过的话，你怎么来去跟别人去谈论一些话题？很多人没有见过拉菲，没有见过茅15年茅台，菲菲，这那还是能拿钱买的15年茅台。你们真见过？我都说了，跟那名将你们见过吗？那是给军委特供的，对吧？大红瓶子那种，就是你，他还是献给，对吧？当代最可爱的人，哇，那做的真棒啊！那你说那，你说这酒都被中共弄成这样了，对吧？支在军委那，而且现在都没了，这酒是吧？你这不可不，你别以为现在名将还往军委送，没了这款东西是吧？他就做出来那么一批。是吧？很好的，哎，当时送给中央军委，这都不是小铁，你这儿没有，等着我再小姐，发给你。真正的名将是吧？不去是红瓶红的，这那漂亮的很，是吧？那这个跟本没法比，这只是茅台瓶子换成红壳了，涂了红油漆了，是吧？一会儿这个看看小叶，这个给你发这个什么叫名将是吧？这个你。这个推说，让大家看看，你这个没告诉你们，就是茅台的瓶子弄成红油漆完了，对吧？涂成红油漆啊，它根本跟名将没啥关，跟军委特供的给军委的没啥关系啊。果然我们没就是见说，识啊！对呀，薇薇，咱们说的意思就是真正的这些，我们的未来。是要给我们的孩子们树立一个什么标准啊？是树立一个什么榜样啊？树立一个什么样的这种高度是吧？大家真正的互相尊重，不做两面人是吧？不是这种人前一套，被人后一套啊？知行合一是吧？言行一致啊？能去真正的把你作为一个好人的这些诚实、善良、勇敢、无私都体现出来。而不是说，哎，我做直播的时候好一点，大家在一块儿的时候好一点，庆典的时候好一点，跟七哥在一块儿的时候好一点，是吧？一扭头，我喝了点酒了以后就，不知道他是谁了。天王老子他也就像这些所谓的说东北人似的，对吧？流氓假仗义又开始了，是吧？都是属于一些酒后无德的一些表现都会出来，是吧？人都会喝多酒，人都会那样，对吧？但是你不能危害到别人，啊！你喝完了酒喝多了呢，哈，你讲话多点，或者你这个，你最后喝完你自己回屋睡觉呗，对吧？你不能打人，不能骂人，是吧？你自己唱歌，自己睡觉都没有问题，对吧？自己你朗诵诗，对吧？都可以啊。你不能说最后你危害公共秩序，是吧？你自己的去破坏别人的。这影响别人的这个生活啊，环境，那就不对。而且什么叫喝醉了？这忙就是借酒耍耍这种表现出来，对吧？借酒耍疯啊，真正他能不知道吗？喝醉了他怎么不去到天安门上把老毛子的像给烧了给撕了，对吧？你问吧，菲菲，很简单的道理。那八一队有一个我们的王涛，就八一队的王涛，不是大连队那个大高个的王涛，是我们从小八一队是个王涛，对吧？他喝成那样，喝多了，最后他去打人家我们的那个小战士，对吧？这个值班室的那个大队长来了，他也不打大队长了，对吧？那最后他被关紧闭，我就说他喝醉了吗？他喝醉了吗？
对吧？张亚华喝多了，他在大连，我的队员的车他上去跳，结果要跳我那奔驰吉普的时候，别人说，哎，这海东的，你可别上去踹啊，别踢，他就不踢了，不踹了，也不上去，对吧？你说他喝醉了吗？是吧？有些事情可以你拿这个当借口，但是千万，对吧？我们不要当真，你自己千万别也当了真，对吧？自己喝多了以后，对吧？做出来一些事情了以后，告诉我喝多了，你别要老拿这个当借口。你知道你喝多了，但喝多了，你该抒发自己的感情，抒发，是吧？该去讲你讲的实话，完了该睡觉睡觉。为什么人你看着不怕喝多了？就像我不怕喝多了，对吧？我喝再多无所谓，我讲了，我讲了什么话都是我真心实话，我不怕说，哎，你昨天喝多了，你讲什么了？我没有，我讲什么了都是真的，对吧？只是我有时候想讲，有时候不想讲，有时候，对吧？只是我喝多了，可能讲的更多，对吧？完了以后我就睡觉了，对吧？我也没打你们，我也没骂你们，我也没把这个公共场所的东西给砸烂了，对吧？不像那，比如这张宏明这喝多了，我的在中国大饭店那大厅里就尿，对吧？大堂里就尿，对啊，这都是，对吧？这就是他们极度压抑、无法去疏解的时候的一些行为，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新中国联邦、我们爆料革命所有的战友们，最终你们要为未来我们大家去规范好自己的行为，完了真正能达到这种啊我们的喜马拉雅的这种目标吧，大家可以真正的做到吧，能当时一人一票的时候，你可以行使你的权利的时候，你有这种资格，你别最后讲白了，你跟共产党那帮孙子似的，对吧？大腹便便喝点酒，是吧？哼哈，完了，一起致死的这种，真跟村干部似的，这帮孙子，是吧？你这种状态，这种这个自身的修养的话，你达不到，你最后你很难消灭共产党。真的，你自己一定要知道，你所有做的一切，最后就是消灭共产党的行为的最后的结果。你别以为你健好身，让自己更敏捷，有更清醒的头脑，更健壮的身体，是吧？更好的这种行为，你就影响到很多人，那大家也会被你吸引啊。你是个流氓，是个骗子，所谓，对吧？是个醉鬼，那谁跟你交流，对吧？你喝点酒了，就语无伦次了，对吧？接触人了，人家都烦你了，谁还跟你一起灭共，是吧？菲菲，这不就是道理啊？好的，这个郝董今天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啊，但凡喝醉酒，可以考虑去朗诵诗歌，这个很不错，啊，我觉得。不是，菲菲，其实，哎，我真的告诉你，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生经历，你能明白很多事情。你以为你可以喝多时候你一定要抒发出来，真有人朗诵诗歌吗？您见到过有人喝醉酒？并不见 OK。不是，菲菲，以前的那些那些诗人啊，什么这些，李不都是这个喝了酒以后开始诗性大发吗？李白斗酒诗百篇，对吧？嗯，诗仙李白是什么？对吧？他是喝完酒了嘛？李白斗酒诗百篇，那人生这个很多嘛，但因为酒这个东西能去促进。让自己兴奋一点，是吧？那么你喝太多的时候，你挥发不出来了，你就容易醉。那么你吟诗赋诗，你会让自己挥发，把酒精挥发了，让自己马上能舒服一点，是这么一个东西，而不只是说啊，你去发泄什么的，不是的啊，你要把它挥发出来，你会让自己舒服了，你才能会经受更多的这种酒精的考验。你别以为酒精考验这个词好像是没有这个原因的，它是因为你要去经受它的考验啊，它是人生一个考验的一个方面，
很多人因为酒坏了事儿、误了事儿什么的，因为是在中共的酒文化里面，在国外不存在，人家没人劝你酒，没人跟你自己愿喝多少愿喝多少，对吧？国王他妈总统他也不敢逼你喝酒，对吧？你自己喝，你喝一盅，喝一杯，一滴不喝，喝一瓶，没人管你，是吧？这些东西就它就不会出现中共很多酒场上的、官场上的一些丑态，以及一些事情，也就不会有很多的这些因为酒误了事儿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很少了啊，因为在国外这儿不需要拿酒来考验你的什么忠诚度啊，是吧？跟谁一条心呢、啊嗯？是吧？听不听领导的话呀？他都是拿这个东西来衡量嘛，对吧？态度了，喝了，对吧？领导让你喝了，菲菲，他敢不喝吗？是吧？不敢。这都所谓的人民大会堂的这种特供的啊，这都不是对军委的那个。到时候哎，现在一会儿发给你小铁，你看一看这个这个真正的这个供军委的那个叫那个是吧？小铁今天找不出来了，我们今天这境界拔高了一个层次，这个酒已经找不出来了，然后这个英文。因为小铁你找不到，你太难了，你基本没可能，你们都如果能找到的话，那就不可能这个共产党就早就被别人都知道了。但有些事情确实你作为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太可怜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真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看什么人民大会堂这些特供什么的，这还能你能见得到啊？因为他有时候办活动嘛，他们都能出来，有一些你都看不到，而且有的东西是极少，他们什么什么都特供，你懂吧？就连一个核潜艇基地他也特供酒，但是他们这些特供酒都是你看都是茅台的瓶子。真正的我一会儿给你看那个你说名将给军委的这些献给当代最可爱的人，这是就专门的，它根本不是茅台瓶子，它专门做的瓶子，专门的包装，对吧？专门的这个才会给你。小姐，你看一下那个，我发给你了，但是可能放出来可能不太清楚。它应该是一个古代的一个钱币吧，还是一个？打仗的一个今天可以可以看到这个平时看不到的酒种哦啊，因为应该古代的一个钱币吧，是吧？对是，而且它的外边它有个盒，外面的盒都是那种非常好的，都是经过你一看，不是说随随便便拿个包装，对吧？拿个盒，对吧？那这个东西，菲菲真的就是说，你只有经历了，你有这酒倒出来都黄的，对吧？而且这酒给我的时候都已经十几年前了。这个就是咱们没见过的这些东西太多了。对吧？我们没见过的东西都很多，别说你们其他一般老百姓了，对吧？没错，他们什么什么都特供，对吧？菲菲，这个东西是中共最可恶的，就是老百姓，你不在他的体制内，你不当了他的官儿，你不是他们的人，是吧？你哪怕你成为他的，最起码能成为他的家奴，对吧？看门狗，所谓这些都比你当普通老百姓能享受到很多的好的待遇。那你想想，这种体制里面哪还有什么正直善良勇敢无私了？那只有拍马屁嘛，是吧？只有阿谀奉承嘛，是吧？我们都告诉你吧，一个核潜艇基地最后都有个特供茅台给他们，特供核潜艇基地啊，只是他包装什么都其实都是茅台啊，但是就那他也给你弄个贴儿，他也给你特供一下，所谓让你更有面子吧，是吧？那就是个军职单位嘛，军级，但是一样都会有茅台给核潜艇基地供一下。你想想，那核潜艇基地特供了，那坦克基地要不要特供啊？
是吧？那这个飞行基地要不要特供啊？是吧？歼七特供，那歼八要不要特供啊？哎，这里面就开始了所有的这一切特权，对吧？谁都想往这个塔尖上，想往当官上面爬。但是中共这里面又没有真正的公平的一个平台，怎么办？就是人治嘛，领导说你行就行嘛，是吧？那你就拍领导马屁了呗，开始给领导舔屁眼了呗，那就来了，这事儿就来了嘛。那领导所有的寻租，是吧？所有的这个一切，到了今天，其实都是咱们老百姓、穷人和这些人在互害。菲菲，你看。你伤害到共产党那些人里面的有一个算一个，一个都没有，对吧？菲菲，都是我们在互害，所有的文革、反右、这个什么封城、什么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老百姓、穷人、大家，对吧？普通人在斗，互相杀。人家当官的那些，真正他们里面的核心，你动得了人一个吗？封城封的习近平了，封了韩正了。封了栗战书了，还是封了王沪宁了，是吧？人家这都没封着人家，是吧？我们这饿死多少个了，是吧？封在里面不让动的话，都已经抑郁症好多了吧，是吧？跳楼的、自杀的，是吧？淹死的，这太多了，是吧？这就是一个本质啊和逻辑。好的，各位。那这个，刚刚我们讲到这个，中共国的这个所谓的分等级啊，各种特供。那么，您怎么看待说这一次，我们新中国联邦的这个国庆节的这个豪华的招待，把这个50万的拉菲，然后15年的茅台拿出来给我们这些这个普通人，就是大家一起去分享，然后这个很大的金枪鱼，您怎么看待这个这样子高规格的一次招待？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你觉得有什么意义，或者有什么想法吗？就是告诉所有的老百姓，告诉所有的战友们，告诉世界，没有共产党的我们新中国联邦一样可以享受美好的生活，享受美酒佳肴。菲菲，这个太重要了。因为你如果被共产党奴役了，被共产党洗脑的，他所有的一切就是你给他奉献，对吧？献了青春献终身，就属于献了老婆献孩子，他们把你的一切都给你一个乌托邦，让你献出来，这帮孙子来特供，对吧？菲菲，你们老百姓没有任何的这种能力去来享受一些最基本的应该去自己的权利啊。我为什么说我非常认可陈真拿指导，是吧？为什么？就是当他说出来这句话，他说什么叫残酷的训练啊？菲菲，这边哎，那时候啊他就说出来，对吧？中国共产党这帮孙子就告三从一大嘛，对吧？啊，女排精神嘛，对吧？从南从严从什么那个从实战出发嘛，是吧？三从一档大运动量训练，是吧？他们这帮孙子就给你搞这个。但是人家陈诚达知道在那时候就更说出来，说海东，什么叫残酷的训练？这个训练怎么能叫残酷的训练？那么扯淡嘛，对吧？他说这个训练是要享受科学的训练，是你要享受这个训练，对吧？你那么都残酷了，你都不想练了，这你能有好结果吗？是吧？因为这个东西都是逻辑辩证的东西，你能明白了，最后你会人生道路，你会少走很多的弯路，你不会被别人洗脑，被成为韭菜。就像我们新中国联邦这次的所有的这些拉菲啊，什么15年的茅台是吧？普通的老百姓你想都不敢想啊，尤其是在中共国，你喝的拉菲100%都是假的，是吧？不可能有的。这次的这些拉菲是这个。非商业版就不对外卖的嘛，对吧？就是跟这个茅台名将一样，你正常在外市场上你也是见不到的。所以我们有这种能力，是吧？我们灭共了，一样有这种实力能力来享受这些美酒佳肴啊。还有重要的是，
在我们这个新中国联邦的这个体系里面，大家都是一样的，很平等，都是平等的。你不可能说七哥喝茅台，我们喝二锅头，对吧？不可能。这时候如果有了这个的话，那你就跟中共一样了，对吧？我们去了喝15年茅台，对吧？菲菲你去了就给个2000多块钱的、1000多块钱的一个普通的飞天茅台，那就完蛋了。这个东西最后的结果，你讲破了天，你拿什么宣传再来去呢？也没人信你啊！你什么为了自由啊、民主啊，什么一人一票，扯淡！你他妈就是个骗子，对吧？这个不就是这？你说这个拉菲，这是肯定的嘛？这是真的嘛？大家可以想，我不告诉你们，万达酒业，你别以为王健林后来成立了个万达酒业，那是为什么？他弄了两船酒过去，所谓的那个没法这个本来想送人的，没法这个一看太多了送不出去，最后算了，搅和搅和灌瓶都灌到瓶子里，完了最后弄了个万达酒业啊，冯雷，这是冯雷亲口跟我说的，他香港人，后来万达酒业的老总，对吧？他说这根本就不是卖的，什么卖个屁卖，他就弄了两船葡萄汁儿，最后想过来兑点酒，完了最后送人，所谓的一看太多了，最后弄成万达酒业，后来对啊，后来万达还卖过一段，有万达酒业葡萄酒，红葡萄酒，你看那9899啊，是吧？所以在中共的这种体制里面，全都是骗，只不过是你怎么骗，拿什么骗，是吧？大骗小骗，是吧？骗了多少，对吧？你别骗1000万、1亿，那不行，是吧？这样的。哎，你10000亿，你牛逼了，对吧？你看许家印都骗成20000亿了，对吧？哎，这就你就骗，对，这共产党就是，是吧？你所有的一切，但是在咱们这儿没有这样，那我们新中国联邦，我们那个都是我们自己的平台，我们自己享受的这一切，而且我们没拿战友的钱，对吧？正常的这些。六四的话是这个正常的法治基金那个，但是这些名贵的东西的话都不是法治基金，是吧？正常的这个赞助商啊，包括一些别的一些的对啊，这跟这个不可能，我们拿着战友们的血汗钱挥霍，这也不可能，对吧？所有的这一切给大家传递的信息的出来，就是我们不需要共产党，一样可以活得有尊严，享受美好的生活啊！这点确实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特别心里面的踏实舒服。嗯，好的，没错，这个跟您说的这个共产党的假和骗，我们这个那天吃的是真的是从鱼身上切下来的这个金枪鱼，那个酒也是真的。对啊，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冯雷？我看不大清楚啊，这有点这个模糊啊，我不知道啊，这个是不是那个这个第一任的也许是，也许不是，我都看了，这个可能不一定，这个他是香港人，当时。王健林是纯属忽悠人的啊！他跟我讲了，我靠，这不忽悠我吗？啊，很多的事情兑现不了。你也知道，在当年你请个香港人，那也得拿大钱，对吧？完了给他配的车嘛，就是奔驰的 C 款嘛，都让我撞烂了，最后门都开关不了，在里面得从外面关。他说海东，本来我是老板，我说你给我撞完以后，我就成 waiter 了。每次副驾驶证他得出门给人关上，哈哈，里面关不上，我给他车都撞，气囊都撞出来啊。这些就是菲菲，当你经历了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中共走到今天，是吧，都是假啊，他们没有任何的能力，是吧，来去在市场经济能去这个占有自己一席之地，因为他们都是假的嘛。全是骗，真的就是骗，互相骗啊。